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台湾宾士在2016年首发新车 The New C-Class Coupe 的发表的一个现场。在今年呢又再度的推出了全新改款的厂别代号 C205 的全新 C-Class Coupe 的车型。那么这次推出总共有四个不同的车型，包含入门的 C180 Coupe、 C250 Coupe AMG Line、C63Coupe 以及最为强悍的性能版本C63S Coupe的一个版本。那么在动力的编程呢，分别以三种不同的动力的规格的编程，包含了1.6升、2.0升以及4.0升 V8 双涡轮增压。那么在车型的一个全新的C-Class Coupe 的一个车型的设计，在不管是车长、轴距以及车宽的部分都大幅的一个加宽，那让整个室内的空间不但更为宽敞，尤其在悬吊的一个降低之后呢，让车辆的一个运动化的一个操控性呢也更加的优异化。在车头的部分，以单闸式的一个钻石水箱护罩为开头，那么同时加以这个非常明显运动化的一个下气坝的一个设计，一直到车身两侧上下两道垂坠式的一个腰线，增加整个车身的一个动感的一个曲线之外，那在尾部的部分也采取了一个扁平化的一个 LED 尾灯的一个设计，让整个车身的外观设计可以说更具美型跟跑格。那么在车辆的内部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在它的一个座椅部分是采取2×2的一个四座的一个设计，而且在前双座的部分是采取了整体式轿跑化的一个双前座椅，搭配的安全带自动推进装置，那么以及 Keyless Go 全车系列为标配，让整个的一个车身内设计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运动化也最为美型的 C-Class Coupe 的一个车型。那么在建议售价的部分，从 C180 的C80 Coupe 的203万起，到C63S Coupe 的548万，那也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到台湾宾士全省的授权经销商去做赏车，谢谢大家。